各位观众好，我是莫言心，我接下来要打一直 demo《哈达拉库赛波》的 Anime Japan 特别关卡。各位可以看到，现在影片中间是特别关卡的公告。那这个关卡是当时在 Anime Japan， 然后前野智昭就是配白血球的声优，还有井上喜久子，他是配这个巨噬细胞的这两位，他们挑战的关卡，那现在特别打公开来开放，让各位玩家来游玩。那么这个关卡呢是在肺的左下角，然后它就有一个发声的这个图案，那全部的条件达成可以获得一个五星的没有名字的这个原生细胞。那关卡的时间则是2019年3月28号到4月9号，2019年4月9号，日本时间这个1点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是来打一下吧。OK， 好，各位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个敌人有总共有这一些。好，那来看一下背面啊，这是它的条件。那我基本上应该是没办法达到60秒以内通关啦。我们依然还是可以来进行一下啊，顺便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光源発見。好，这一关呢比较麻烦的是，因为说它有一些这个细菌它会量数量会比较多，所以会在前面需要大量的队伍来支撑你的作为前排的坦克，这样子保护后排。这边的话就基本上已经过去了。然后因为后面会出现一只大只的 BOSS， 那这边的话推荐你用一只后排的远程射手来比较好处理。那这只坦度有一定上的程度，所以必须要注意你的前排，那随时要补上可能中位或者是后位来补完。哎，这样就完成了这道关卡。这道关卡其实难度不难啊，但是必须要特别注意，就是你的前排不能倒光。那一样，获胜的报酬是500这个葡萄糖这边的话，因为我没办法在60秒内通关，所以也只能先打给大家看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 Anime Japan 的特别关卡，希望各位喜欢。我是莫言心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